我这样来看刚好看哈，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外观不一样。拍照。你别。手机不行，一闪一闪的。这两个面孔间哈，最主要是这两个面孔间哈，这两个哈，放掉，这里。再就是后面这个面孔间哈，不行的话把这个拆出来，它这个哈，它有一边小啊，有一边大哈。这个哈，方向，把这个搞出来，搞出来以后这样，搞好啊，这样才按进去，啊，要把里面那个搞出来哈，啊，这里面，这个翘起来哈，因为这个是好的哈，是好的我。示范一下嘛。嗯，因为搞它它就会烂。哦。不翘不翘。啊，这个用气枪吹掉哈。嗯。没有气枪，把这里面吹干净哈，这里面哈。你不吹它不动。啊？没有气枪啊？这里面一定要吹干净哈，吹干净以后我就装起来了哈。装这个的时候哈，先把那根针呢，先把这根针，啊，这个针插进去，对哈哈，放这个新的。啊，新的搞进去，这个哈，跑，没方向，没方向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啊，这个大小哈，这样。
这个一定要按平这里哈，它会弹哈，注意一下。OK， 啊，最主要是这一个哈，它那个漏胶就是啊，这两个东西哈，嗯，这个是在这里啊，这个在这里哈，这个是在这里哈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嗯，慢一点啊，这个是在这里面哈，这个是在这里哈，嗯，啊，最主要这两个地方，它这里哈，就是这样啊，嗯。好了以后就把它装进去，嗯，这个装它就知道了嘛哈。OK， 我们把这个反着放在这里，把这个气打开哈。哎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气打开，让一下，把这里搞个布堵住，这里按啊，啊这里是哈，啊尿针这里哈。把门从这里出来，啊，去看下面看。你从哪里排的气啊？气是在这里哈。啊，差点管。哎呀，我不够干了。这里嘛。啊，我包上去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可以。这个气头那边，啊，一按啊，这个是八号，就按八号这里吧。尿不够也可以做这个事，点点料，对吧？对，可以。啊，在那里搞的，又在这里吹一下，上下吹哈。啊。再从下面吹哈。反吹。啊，顺吹反吹的。OK， 好了吗？我为什么搞个布？我搞布怕一机器搞脏了。我们出去的时候要擦。出去了。啊，你。